为难我也没用，人家都不怕我心痛，再变迷信我那愚蠢，可隔情人感动，人之也已尽，曾经这么奋勇，无底深渊也照冲，总好过记在唱歌，从未参加的心中。去到第十集，今日揀咗许廷铿嘅新歌《人之已尽》呢首歌，去同大家研究一下一个歌唱技巧。我哋去唱卡拉 OK， 同一支咪，我唱同埋你唱。咦？点解你唱嗰阵时好似大声啲嘅咧？系咪你唱得好啲，声大啲，而我把声唔够大咧？点样可以唱得入咪啲？其实就唔系大嗌嘅，我哋可以利用一个字去练习。S-I 这个字 C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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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， 那我们唱 C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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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， 两只门牙下低，两只门牙这个嘴巴呢，这声就向这个位置发出来的 C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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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， 到你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再加插多个功夫，就是利用脷尖的力。怎么用脷尖的力呢？这里是一个嘴巴，我们可以将条脷放向这个位置，嘶嘶嘶嘶嘶，用脷尖力推出来，嘶嘶嘶嘶嘶。我们不是利用音量去控制入咪的情况，而只不过是利用我们口腔里面的肌肉，令到唱出来的发声位置是更加响，利用平时我们唱歌的力度可以令到声音是更加入咪的意思。好了，我哋试一次啦，一齐有脷尖加牙齿嘅力，嘶嘶嘶嘶嘶，到你。咁啊，将呢个情况啦，亦都系啦，代入去歌词里边练一次。嘶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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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嘶，脷尖一齐，嘶嘶嘶嘶。你尖嘅力向前推，嘶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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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不妨试试利用呢个方法，去将牙齿脷尖嘅力向前推，令到自己把声更加入咪。人之也已尽。心痛，再变迷信，我那愚蠢，我隔情人。